踏上成为训练家大师的旅途，我不断的挑战自我，追求卓越。不论途中遇到什么样的阻碍，都无法使我停下脚步。一步步向前迈进，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。就算碰上再难说服的对手，我也不会忘记还有身后的伙伴们陪着我。随时随地，无时无刻，不错过每一次的机会。直到成为训练家大师的那天。